好啦，跟住就會講下呢一個 interface 啊。咁呢個就我哋做嘢嘅 workspace。咁樣點樣操作呢個界面呢？咁好簡單啫。咁你最好呢，你個 mouse 呢就準備有三個掣，OK，三個掣嘅 mouse。如果唔係呢，就好難喐噶。咁呢，你撳實呢個 Alt 掣，Alt 撳你 mouse 嘅左掣，就係 rotate 嘅畫面。撳實 Alt 掣，撳你 mouse 嘅中間掣，撳實就係移動你畫面。同樣地啦，撳實 Alt 掣，撳你 right click 你嘅 mouse 就係 zoom。咁啊，當然啦，亦都可以撳你 mouse 嘅 scroll 咧嚟做 zoom 嘅，但係佢就 click 下 click 下啦嚇。你想 zoom 得順啲咧，就撳實 Alt right click 你嘅 mouse，OK，就會順啲。OK，好啦，除此之外啦，假設我有個 object 嗰度啦嚇，有個 object。咁你見到咧 default 啲 object 咧就咩都睇唔到嘅，虛線嚟嘅啫，虛線。好，咁我 zoom 近啲啦吓。咁呢个 mode 咧叫 wireframe mode，wireframe mode。咁佢其实咧有多个 mode 喎，嗱，例如啦吓，我呢个整个缺咁睇啦。OK，wireframe mode，wireframe mode 咧即系你 keyboard 上面嘅四数字，四就 wireframe mode，五就系 shading mode，即系见到实色嘅五，呢个四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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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，OK。吓，仲有其他数字嘅，全部数字都系 shortcut 嚟嘅。但我而家只会咁到1至5啦吓。好啦，当你见到个形状完全系 sharp 嘅，见到啲线好硬好直嘅咧，呢、这个其实个一模嘅一模，即系见到个原本最原始嘅形状。好啦，如果你咁三掣咧，三佢叫 P smooth mode，佢会话俾你听，如果你个形状 smooth 咗之后嗰个样，OK，一三 OK，二咧就系一三 mode 同时 display，OK，咁你见到出面有个框框啦，里面有个圆形啦吓，呢个二啦。記得你揀咗先喎，揀咗之後撳一、三，OK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最基本一個形狀上面 display 嘅功能啦，OK。咁啊分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OK。